五魁神龙，明白。哎，师傅，来吧，我得拧一下啊。我姓黄，叫同志黄，我是一块砖，拿了忙了，拿了担了。大谢梁兄，他是我的消灭师傅，他跟了我十来年了，自我开业的第二年他就跟着我。啊，谢谢。来，给你得米啊。我老哥太香了，太干净了，多会儿是笑嘻嘻的。小爷八号客。香菜、辣椒、醋，必须都有。香，香，我只能感觉到香，好吃，多来一次。说吧，从何谈起？你是怎么看上嫂子的呢？我找他那时候就是为他笑。他是面粉厂，谁家不吃白面啊？没想到他也破产了嘛。我们这人习惯了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还我成狗了。必须得这个装压住，一下一下的这个，你压不吃了就勒不扣。必须得全身的力量，都不用他就因为有了褶了，有了褶就小腿的面容易断，必须揉到你就劲道。一动啊，一动。我们计算就是一拍一拍的算，比方说那小个两三拍，面大就二三十个，面小的就一二十个。那是个技术活。算，这是不是你看抠着嗓子了？你瞅我后面看，我这个让。操作二倍了，你看这个是个小的亏吧，也就是用吧。掌握不好全记不住了，他已经熟了，你就闹不开了，你知道。我只能按照我的流程，你只能抢，你知道吧？这是素烧的，里面有豆腐、杏鲍菇、香菇、海带、大头的黄花，你知道吧？让它拱一拱，开了就行了。五香的大同老少的面，那我怎么看它是不是真的？
啊，那我说了算，我是老大主任，我吃出来。想加火腿肠、鸡蛋、豆干、烧肉了，丸子。我是叫菜煎面，啥也没有。昨天没事吃上吃啥去了？哎，瞎吃。我原来这会儿是平房，开的时候我就开了两年，那会儿全凭那个拉煤的煤车，那儿开了一年，白马城开了一年，完又回到这儿，里外里快20年呀。那会儿上班呢，粮食系统面粉厂开开停，最后整个单位破产了。没办法，不做干啥去？你王姐跟着我可受罪了。我去相他的时候，让他们那儿的人差点笑话我。我浑身上下没着一分钱，穿了个烂懒汉鞋。